王国兴议员。主席，从四月三十号到到今日，已经咧系经历咗14天被拉布嘅情况。虽然各项嘅修订被动督闹，但系绝对系冇意义嘅。我嘅发言咧系支持纳入，但系主席，从四月三十号到到今天6月4号，我哋市民嘅血汗就系被浪费咗3570万。呢啲嘅修订案本来可以避免，本来可以系令市民呢3570万系不被浪费，但系好可惜，拉布嘅议员是將立法會是捆綁在一起，為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結果是令到納稅人，結果令到市民的公帑是被倒落鹹水海。這3570萬是什麼概念呢？如果以去年我形容浪費了3800多萬，就是說全香港的長者免費搭香港行駛的電車可以是3年，都只不過是3600萬而已。今次浪費了3570萬，相等於什麼情況呢？我認為社民連和人民力量他們的做法是極端自私，是選人利己，選民肥己。主席，3570萬相等於現在我們低收入家庭的食物銀行可以買午餐肉230萬3225罐。如果是給低收入家庭的豆豉鯪魚可以買到179萬3969罐，這些在在都是幫助低收入家庭的紓困措施，很可惜被他們浪費了。我們再講一下，我們普通市民看普通科門診一位是45元，但是浪費了3570萬，即是等於793333人次的款項。何況由於這次拖延撥款，醫管局要被迫將一些是本來可以儲埋不用住的撥款縮為一個是短期的存款，損失了100萬的利息。再者，黃國興議員，主席，我剛才已經提醒議員，這一項合併辯論的範圍應該是要納入附表的各個款額它的有關的政策，所以請你回到這個辯論的內容來發言。我正正是綜合了所有的課題和所有的項目，而這些項目的開支亦都和我現在所發表是相關的。又譬如交通津貼每位600元，如果這3570萬不用浪費，就可以幫助59500人。再者，這個幫老人家的生果金，如果是1180元一位的，就可以幫30254位的老人家。但很可惜，這些錢都得不到是合理的運用而被浪費掉。最後一個例子，就是現在的醫療券如果是預算案獲得通過，就是可以增加到2000元，現在是1000元。以2000元來計，如果這3570萬不被浪費，就可以幫到17850個長者的醫療券的名額。主席，很可惜，我們立法會在審議這個撥款條例草案，
被拉捕了14日。这个这样的做法完全是达不到任何纾解民困帮助市民的目标，而且是大大浪费。亦都由于这些拨款的延迟，政府是已经陷入这个财政悬崖的边缘。先后有医管局、高等教育同埋立法会本会嘅拨款都受到拖延，呢啲完全系大大影响市民嘅利益。主席，人民力量提出嚟嘅修订，并冇去帮到人民，系损害到市民嘅利益。社民联梁国雄，他一路以来经常是带着或者着着捷古华拉的标志，但我们看看无论捷古华拉也好，甘地也好，这些改革者或者是反抗者，他们历来进行争取都是牺牲自己或者自己的团队的利益去争取市民利益，哪有好像他们这两个政团那样是牺牲人民的利益、市民的利益来去成就他们自己呢？所以我今天作了一首新诗送给他们。这首新诗是这样写的，主席：千万议员，千万议员，筛完千万还阳未完，拉布复拉布，千万又千万，千万议员何时玩完？主席，这个新诗的含义再再和今日要纳入的各项的标题的项目是绝对有关。这些项目标题的内容其实可以在其他场合来进行争取，但是他们浪费了议会应该做的事、应该处理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本会如果从议员的议案有十几项被拖延，如果从本会要处理的事务有40多个事务是要处理，如果从我们政府很多的申请的工程拨款等等的被拖延，老实说这些在在都不只是这个3000多万所能够涵括在内。这次拉布使3000多万，三位主要的议员每人是筛成是过千万，是立法会的大筛鬼，所以他们现在贵为千万议员，千万使完了，所以亦都议员。但是还未完，因为他们更让是要继续在明年更大更广的范围来进行拉布。所以主席，我觉得你作为立法会带领我们，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去进一步研究怎样可以有效尽快展步。主席，主席，这个的展示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忘记，去年筛了3800多万，连同今年再筛3000多万，合计本届立法会两年已经因为被拉布浪费了7395万市民的血汗。黄君议员，我认为你是离题了，我认为你讲这个议题讲得很长了，请你尽快回来
主席，我听过你的忠告，但是我认为并不离题，不过我会尽快完结。主席，我们都忍了十几日了，来到这个阶段，我希望你不要打断我继续下来的几分钟。王议员，我是必须执行议事规则，如果议员的发言是不符合议事规则呢，我是要指出的。王议员，现在我们这个合并辩论呢，是就六十九个有修正案的总目的款额和他们有关的政策来到发言。主席，正正就是因为六十九项有修正的拨款及政策，我认为是应当支持和立入，但是有修正的议员提出千几条修正，正正是浪费议会时间。你说这个是不是有关呢？这个是不是损害民生呢？我相信全港市民都会同意我这个看法。这六十九项修正案是不是一定要花费立法会三千几万来去进行无意义的所谓拉布辩论，同埋禁咗三四日制？我哋全部议员变晒禁制机器，咁样係有意义呢？何况今年嘥三千几万，旧年嘥三千几万，我刚才写嘅首诗话三位係千万议员，陈伟业议员同埋佢哋嘅同事已经扬言明年继续更刁钻地去进行拉布。我相信主席你都听到，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主席明年你就可能成为立法会一亿个或者过一亿浪费的历史纪录，你是一亿主席。主席，我不希望这个情况出现。今次在本届立法会第二个年度已经一再出现这样的情况，立法会已经搞到不成立法会，立法会已经变成垃圾。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应该正视这个问题，尤其是主席王国兴议员，无论你将立法会是否当作立法会，你在立法会的会议上发言必须遵守议事规则，我亦都有责任去执行议事规则。你不能够再离题发言，否则呢，我就要命令你停止发言。主席，所以我正式在这里提出是谴责三位拉布的议员。我亦都好希望主席你能够是总结今次本来可以提早是展布的安排，是尽可能来去令到立法会去进入一个正常的轨道。我好希望主席你不要再有斯德哥尔摩后群症的说法，否则对于我们坚持岗位反对拉布在这里尽我们职能的议员，是伤我们的感情，在伤口上面撒盐。主席，我好希望你能够带领本会重返轨道，拨乱反正，不要再被拉布的议员浪费市民的血汗。